本分局今日下午约1点45分许，接获民众报案，于关渡地区知行路一带，咸粥店内已有爆炸声。警方到场后，发现被害人约40岁的潘姓老板娘倒卧在地，送往医院急救，于14时50分许宣告不治。警方于现场发现一枚弹壳，经初步比对，与被害者体内弹孔数量相符。本分局获报后，已立即成立专案小组，并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及查访附近民众。目前已掌握犯嫌身份，积极查访中、查缉中，相关犯罪动机等资讯仍待查缉犯嫌到案后详细厘清。要不要再一次啊？再一次好了。我讲错话，我讲错一个字，差很多。拍谁？拍谁？拍谁？再30秒，还有，差一个字。好。还不错，行。本分局于今日下午约1时45分许，接获民众报案，于关渡地区知行路一带咸粥店内疑似有爆炸声。警方到场后，发现被害人约40岁潘姓老板娘倒卧在地，送往医院急救，于14时50分许宣告不治。警方于现场发现一枚弹壳，经初步比对，与被害者体内弹孔数量相符。本分局获报后，已立即成立专案小组，并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及查访附近民众。目前已掌握犯嫌身份，积极查缉中，相关犯罪动机等资讯仍待查缉犯嫌到案后详细厘清。我们也不排除有这样的犯罪动机，谢谢。口味无同啦吼，咱们这甲别人这无同嘛。我是较，我咧会定来甲买，阮咧孙爱食煎豆腐，啊我拢来一届拢来甲买两份的豆腐，啊阮家己煮饭安尼。啊，头家是台湾人吗？台湾人啊，本地人啊。不是越南人。啊？唔是因某越南，越南。你甲伊头家有熟了？有啦，那拢无。因大家讲，咪拢有熟啊，拢熟啊，无。平常时遮济人诶无？还好，袂歹啦，会拢袂歹。唔好意思啊，伊个。阿姨，我借问一下，你即间生意怎？袂歹，袂歹。啊，今日你有熟吗？有嘛，拢有熟。因即个感觉，即个店即因阿婶嘛，因阿婶，迄空地也互伊卖啦。但是讲，因个东西也惊啊，互。即头家你有平常时你甲伊相处？有啊有啊，我嘛捌在甲伊讲话。我买物件带较侪，甲伊开讲啊。哦，人好个。少年人，咱老岁仔是咧，对无？啊，平常时有影伊有甲别人关掉个吼？无咧，咱拢无迄个单纯单纯啊咧。哦。嘿啊，无啥复杂啦，伊遐食袂拢啊老岁仔，对无？嘿啊，袂啦。伊是台湾人伊查某是越南个。较早因爸爸妈妈有捌来甲斗相共，来甲斗。嘿啊嘿啊，囡仔大汉读国中啊嘛，啊查囡仔嘛差不多要国中个啊，嘿啊，一男一女啦，嘿啦，袂错。啊，规家拢单纯。嘿嘿，哈。单纯啊，人囡仔姊妹嘛拢足单纯个，拢在地人嘛，拢也无甲人瓜葛。我嘛毋知影讲因这哪发生，迄是阮囝敲电话甲我讲，妈，啊恁楼骹发生代志，你知影？我毋知，我伫楼顶，我哪会知？规脸去，对无？哦，伊讲咱多一个查某伫遐，啊，足侪人诶，足侪。他拄好敲电话讲，啊，无去啊吼，你毋通搁问吼，你毋通去迄楼骹，叫我毋好乱，我是要菜市啊，行一行。无听伊经过伊坐，我倒摆位只过。啊，看着。嘿啦，看着。嘿啊，啊伊无停，伊查甫囡仔较袂好饲啊，啊伊就转去因兜，啊则敲电话来阮兜，要甲问。啊，拄则搁敲电话来讲妈，无去啊，你毋通搁去问，安尼。我是安怎来安尼？发生这款代志才严重。阮遮唔捌安尼，阮干头足平静的，唔捌发生这代志。啊，够欠少。啊。有欠债吗？应该不会吧？因都，伊个店也免钱啊，拢因阿进因阿接货卖，因阿接阿进阿接食好啊，啊无咧甲收数做啊，都卖，啊咧生意袂歹。哎，十外年应该会，伊囝仔都已经读高中个啊，都有啦，十外年有啦。就卖拢啥，过年时拢生意足好，拢摆啊到位外口来。啊，人囡仔嘛会甲斗相共啊，迄囡仔嘛拢会斗卖啊。啊，来发生这款代志。啊，我感觉咱平常伊是看捌看因翁来甲斗载豆腐啦，载料来啊，啊好无好我唔知啦，对无？夫妻的事情咱哪会知影讲有好无好？啊我是知影因翁我拢有当会来甲斗。到三工安尼，啊伊无请人嘛，嘿啊。恁囝聚会看到人倒来问啊。嘿啦，啊则甲我讲啊，啊甲我讲。啊我，
我无伊无讲这代志。啊，伊讲伊头拄啊，佫敲电话讲，妈，你唔能为遐过啊，你莫去啊，无去啊啦。啊，然后我心我嘛真艰苦啊。哎，伫阮伫隔壁尔呢，住伫隔壁尔，听到安尼嘛很不舒服。因为咱干到规世人也毋捌发生这代志啊，安尼忽然间啊安尼，我想讲伊啊无，干人安怎敢袂别人来推荐？我头拄啊听，就听你讲癌症咧开药，讲哦，是遮严重吗？嘿啊嘿啊，袂啦。Thank you.